么破地方？这男的可真抠，相亲找这么个地方。先跟他解决一下衣服的问题，我再吃饭。别说，还挺香。二哥，二哥，你看你这衣服哪脏了？这也没脏啊，您别为难他。这小姑娘就是咱店的一个客人，您看，要不这顿饭我给您免单，行吗？你看我像是吃不起一顿饭的人吗？说这儿的老板从来不陪客人喝酒，要不这样，今天坐我大腿上，陪我吃完这顿饭，我就放下。二哥，你看你这不强人所难吗？那你让我放过他，不也是强人所难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要么你陪我喝酒，要么他陪我喝酒，不然的话，这个店就别想开了。老板，买单。吃完饭就赶紧滚，在这嚷什么？可是吃完饭不买单，这不是我的风格。哎，他可是吉祥路的二哥，今天单我免了，快走。吃饭买单这是规矩，什么事儿
都得有个规矩吧，是吧，二哥？我看你是他妈鼻子痒痒了。哎，二哥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没看见。我还以为这是垃圾桶呢。我看你是他妈存心搞事了，跟我过不去是吗？二哥，您别生气，这样我陪您喝酒，你看行吗？您放过他吧。之前让你陪我喝酒，你死活不同意，就是为了这个小白脸，你就愿意了？你快走吧，来吧。在吉祥路，我还不需要一位女生替我出头。那你可别后悔，我看谁敢动。天哥，我不管你是吉祥路哪位，今天我天哥在这儿，这个店就得准备给我关门。我不是说了吗，今天相亲不用跟着我。哥，这不怕你有危险吗？怕什么？天哥，你忘了吗？我是我我老二，中秋节他还吃过饭呢。老二，你怎么能惹龙兴集团的朋友呢？原来是龙兴集团的彭子来啊。彭哥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老弟这位，错了，真错了。爷们儿就应该有个爷们样，只会欺负女人的男人他就是个懦夫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下回再让我看见你做这么恶心的事，你就不会这么好人。滚！哥，张总还在公司等你开会呢。走吧。哎，鹏哥，今天相亲这个事，我还想继续了解一下。对不起啊，我感觉配不上你。老板娘，晚上带兄弟们一起过来吃饭。好嘞。